各位屏幕前的玩家朋友们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体验前些天冰冰推荐的新一代幻章养成手游《奇迹暖暖》呢？这个是暖暖原班制作团队倾心巨献，献给各位美眉们的奇迹与梦想大作。哪个女孩没有一个公主梦？那么今天冰冰就给大家介绍一下《奇迹暖暖》中一个非常贴心的小设定：设置自己最爱的套装和头像，在完成游戏要求的同时，让我们都来圆了自己的公主梦。首先，我们点击人物头像，进入人物面板，然后点击我的最爱套装下的框框，进入换装界面。现在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搭配自己喜爱的装扮了。体验过咱们奇迹暖暖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有些服装属性运用的比较多，我们搭配的时候也可以以这些属性为主。至于服装属性的详解，冰冰会在后面的节目中给大家具体介绍，小伙伴们不用担心。现在冰冰就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个美美的装扮吧。这次我们主要是以优雅成熟为重点，中国风的上海一梦搭配繁华梦的外套，海上花的袜子，繁星的鞋子，可人的发型，基本搭配就完成了。最后我们再来添加几个饰品，让暖暖变得更完美。金叶耳环、水珍珠、海滩手环、金片扇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那么到此，我们的套装搭配也就完成了。我们还可以点击上方的编辑，给我们的套装命名。那我们这套就叫做上海滩吧。最后点击保存套装，一套最爱套装就完成了。回到人物面板，我们可以发现人物的头像也随着刚才的搭配有所改变。想要怎样的头像，就给最爱套装设置什么样的发型吧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搭配第二个套装，这次换个活泼可爱的吧。华丽活泼的明蕊搭配马蹄莲的外套，镂空花袜，韶薇的鞋子，锦星的发型，加上烟花、奇迹之链、十字架手链和鱼链的饰品，是不是与刚才的成熟截然不同了呢？立马变得可爱了。那么我们叫它花仙子怎么样？两个最爱套装全部搭配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关卡和竞技场中直接运用了。例如第二章的第一关华丽可爱的要求，进入故事，点击套装，选择我们刚才的花仙子，进入比分环节，是不是完胜对手呢？再看一下竞技场的效果，主题女王大人，登上舞台后选择刚才的上海滩，又一次过关喽，比对手分高了许多，有木有？快来领取金币和星光币吧。对了，冰冰还要提一点的是，我们在每一章完成的时候都会收集完成一套套装，这些也是会在套装中展示出来的，可以直接运用。现在冰冰给大家展示几套，具体的我们在后期还会有详细介绍。好了，今天的最爱套装就介绍到这里咯。冰冰的搭配只是一个参考，小伙伴们可以充分按照自己的喜好搭配自己的专属套装，赶快去跟小伙伴们比比谁的更美吧。拜拜。